D3 在今年东京电玩展主打美女如云的酒店养成游戏《美梦俱乐部》，不管是 Xbox 360版本的《美梦俱乐部 Zero》，还是 PSP 版的《美梦俱乐部》，只要主打美女就是人气王道啦。加上现场的 show girl 也以酒店制服的造型，看了真是心旷神怡的嘞。这次《美梦俱乐部 Zero》除了原本的美少女之外，还新增三名前座位登场的女士，包含高傲的千金大小姐姚华、沙滩排球选手明日香，以及科幻美少女诺诺，乐趣多多哦。